在地人在地情，这个和所乡亲等两党的领山公园总算修理好啊，完工啊！伫今日就开始试营运，全新的大众池，佮专工规个这囡仔耍的儿童池，让囡仔使欢喜来遮耍水，而且到月底前拢免钱。囡仔伫水内咧耍水阵，耍啊真欢喜。热天时啊，上爱浸入清凉的水内。所有冷泉公园用两冬的时间改造，终算完工。全新的大种池，也佮有浅水区佮深水区，即个泉水咧，规年冬拢是22度，非常凉爽。即个大种池内面毛特别设置囡仔水池啊，和全家大小浸冷泉，会当耍啊放心。对十一开始试营运到31日这段期间来大种池浸冷泉，拢是免费。一开放，真侪乡亲拢来耍，所谓镇长李明德伊嘛来体验。还有新增啊，时间新的啊，高级的汤屋，里面的设备非常非常的齐全，可以媲美五星级饭店。还有里面都还有烤鸭。也够有人穿着游泳衫啊，专工来遮翕相。13也够有热烈的泼水打鸡，加金曲演唱会。所有冷泉公园1996年兴建到即卖已经20多年的历史，嘛希望这次的大改造会当搁再吸引观光人潮。